今年呢 ，GMS 特播的主要的方向就是，2015年会 OTGP 会跑3月跟11月的比赛，然后7月一样会像往年一样去日本跑 RWB 的12小时耐久赛。那铁公鸡一样整年都会跟着 GMS 特播，所以请大家记得follow 他们。然后首先还是要谢谢台湾 Lucumoli 的总代理，然后今年要更谢谢德国力摩精油，他们非常支持 GMS 特播，今年由德国总部直接就直接赞助 GMS 特播，然后还是要谢谢马吉斯正兴轮胎对台湾本土赛车的支持，我们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经营RC1 这一块，那也很高兴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把台湾区的总代理由 GMS 特播来做。然后今年我们也会到日本去跑 RWB Idols 的比赛，会有3场，所以敬请大家期待。